主料：土豆5颗，大辣椒3颗，熟猪肉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葱切碎，蒜切片备用。将大辣椒洗干净，切块，沥水备用。土豆洗干净，切片，油热后，加入葱末、蒜片，待葱金黄时加入辣椒翻炒。放一小条羹的盐，辣椒翻炒5-6分钟以后倒入土豆片翻炒。土豆片就成熟的时候，在锅里放入少量的原来做好的好烧猪肉，装盘，开吃。妈妈早上还买了我很爱吃的玉米，哈哈，食欲大增。烹饪技巧，很简单的一道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